妈妈今天为什么要带小朋友来？还有你们这一点喝完，接着喝完。其实一开始那个就是妈妈们在做这个款的时候，其实我就单纯的想说只是要画个莲藕，带小朋友来体验画莲藕就是手绘的部分的一个。就是现在一踏进教室，整体给我的感觉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我会觉得就是完全是颠覆我自己的期待跟想象。因为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非常感谢尤老师今天带领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家将的由来。那其实一开始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小朋友这种东西。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传承，可是其实就如同老师在介绍过程中讲的，有时候其实我们目前的那就是视觉化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个播放的一个宣传，那我们对这个东西其实家长其实不知道怎么正向的带领。那非常感谢你们，有你们才让我们知道原来要怎么带领小朋友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像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小时候接触到那个好的传承，那个好的传统能延续下去给下一代的小朋友。那刚刚小朋友，像我们家德哥，他刚刚在过程中，他是其实他有一直在反馈给老师，就让他其实他有真的在互动，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回去就会想说，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在我们如果他们有看新闻，或者是也许我们路过庙会，那看到那些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家长就可以知道怎么带领小朋友，那将好的东西用善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个。不要去那边，谢谢妈妈，谢谢，好感动。